大家好，我是小黑蛋。我旁边这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是我的老爸，他昨天不知道怎么弄的受伤，伤到脑袋了。医生说他成了一个软质。到底怎么才能治好我的老爸呀？小黑蛋，老大是从箱子上摔下来摔傻的，我们把他从箱子上再摔一次，他有可能就好了。老六，我看你脑子也不好使了吧，再摔老大就嘎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老大不会一辈子就这样了吧？不可能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要不我们再去看看医生。我饿了，我要吃饭。什么味道？好香啊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。嘿嘿嘿，大老大，我是卡罗呀，我知道你生病了，给你送好吃的来了。卡罗，我不认识。我饿了，我要吃饭。嘿嘿，我知道你饿了，我给你带了一坨巧克力，大老大，你想吃吗？巧克力，我想吃，好香啊。嘿嘿，那你赶紧趁热吃吧，吃完要听我的话哦。真香啊，吃巧克力听卡罗的话。嘿嘿，对对对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天天给你巧克力吃。哎，老邓去哪儿了？刚刚还在这儿呢，我去找找。老大，老大，你干啥呢？老大，吃巧克力，香香的巧克力。哎呀，我去，老大，你怎么在那吃粑粑呢？笑黑大，大老大饿了，你也不给他吃东西，你看我多好啊，给他吃香香的巧克力。卡罗，又是你，我现在没空搭理你。老邓，跟我回去，我带你去治病去。我不回去，我要吃香香的巧克力，我要听卡罗的话。看到了吗，笑黑大，我才是对大老大最好的人，你们都是坏人，大老大。他们都是坏人，你可不要相信他们。卡罗，快把我老爸还回来，要不然我们这么多蛋饶不了你。呵，小黑大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想要带老大自己叫他回去就行了，我又没有拉着他。老大，快跟我们回去，别听卡罗的，他就是个大坏蛋。你才是大坏蛋，我就听卡罗的，给我。哎呦，哈哈哈，大老大干得漂亮，他们才是大坏蛋。老豆，快跟我们走啊，我们还要去蛋仔岛看病呢。你听话，我给你好多好多巧克力吃。我不要吃大坏蛋的巧克力，我要吃卡罗的。哎呀，你都给我误伤了你。老豆，那卡罗给你吃的是粑粑，不是巧克力啊。我不准你们这帮大坏蛋再说卡罗的坏话。哈哈哈，对对对，大老大，去把他们全都干掉。兄弟们，快把老豆围起来，别让他再回去了。老大，我们才是一家人啊，你怎么能听卡罗的话呢？是啊，老豆，那卡罗给你吃的是粑粑，不是巧克力呀。谁给我吃香香的巧克力，谁跟我就是一家人。你们都给我。没有啊，老大，你下手也太狠了吧。好菜的蛋啊，不知道是谁的手下。哈哈哈哈，对呀对呀，这么菜的蛋也不知道谁的小弟。大老大，你慢慢吃吧，我明天再来看你，真是太搞笑了。不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臭老邓，你别吃了，我害怕。